在地人在地情，来看森林好买糖厂做糖做116年了，是全台湾唯一一间还佫用五分啊车来载甘蔗的糖厂。浙江好买糖厂举行着112年到113年期的制糖开工的典礼，祈求本年期做糖会当开工顺利，人员拢平安。甘蔗放入去机器，代表今年好买糖厂伫咧今仔日正式开工了。自即马开始到三月底，好买糖厂按算采收甘蔗24.6万吨，生产2.22万吨的本土赤砂。这个制糖期一般来说大概是在100天到110天左右。伫制糖期间，好买鸡鸭肉就会使闻到甘蔗的甜味，佫会当看到全台唯一载甘蔗的五分啊车经过。我们的烘焙业者，我们可以来。这个使用。台糖嘛表示，因为这段时间五分啊车，大家拢会经过好买土库保障东西，那是造成交通上的不方便，各位请乡亲多多包涵。全台湾唯一还在做运蔗的这一个甘蔗五分车，就在我们的湖尾。好买糖厂已经有116年的历史，保存完整的糖业文化。那是民众有兴趣参观，会当加好买糖厂问相关的资讯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